千万峰，无极浩瀚无心胸，走遍中原到南疆，看我打一战雄风，磨刀崎岖路难通，明日青山有几重，人生与命各不同，但求一粒点滴中。誓死奔雷，为真善和同，剑如白虹，铸教最元凶，也有情深处，何必相约再相逢，自古英雄多寂寞，将相本无踪，浩然而默蹉蹉青春，参天参在天才俱美。万万想不到我还活着，我一定要解开碧玉令之谜，来破你的白骨奇招。敢做据贫僧所知，求施主数日前曾到过少林寺。我不否认，并带走了本派掌门。有了他的内力，本座白骨七煞功方能完成。贫僧今日特来向施主讨回掌门。他早就死掉了。阿弥陀佛，若你们想要报仇，本座定当奉陪。出家人心无善，但我佛有降魔之心。降魔？你当我是魔？少林弟子听人在。是。我佛慈悲，降虎度众生。是。是。是。哈哈哈哈！绕了法子，还是要动手。走，少林寺。啊。本座要亲自教训这些自以为是的少林和尚。连你们掌门人都非本座之敌，今日我就叫你们上西天。快快快快快
见识过我的白骨西山，相信你心里应该明白，纵然整个少林和尚全部出动，都非本座的敌手。阿弥陀，本座愿放你一条生路，转到武林同道，最好向我白莲教俯首称臣，否则本座不惜跋涉千里，也不消灭天下门派。裘不悔还扬言要武林封他为尊。呸！邪魔外教竟敢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我说白莲教。哦，盖老头啊，我骂到你了是不是啊？这个其实白莲教本质还不坏，他就是那个裘不悔，他野心太大了，爱了白莲教。既然如此，你打算怎么做啊？我你要清理门户对不对？你非要这么做不可，因为白莲教作乱都是你老头儿种的因，所以好了，你是逼得我非出头不可是吧？哎，你终于开窍了。哎，老头，上哪去？没办法，面子问题啊，我得争口气呀。卤蛋，前辈，小的呢？不知道，这两天我也找不到他。哼，小兔崽子！师傅，你又在背后骂我了？啊？哎，师傅，哎，您老可别生气啊。小子，我这两天可忙得很呐。哎，您等一下，您看看啊。哎，进来。王武义，各位前辈。哎呀，小子，你把他找来干嘛？啊，徒儿，我找到云飞扬了。哎，我们来。哎，就在这里面。来，牛丹，云飞扬，前辈。真的是云师兄，哎，怎么样，师傅？小子，我还是有点本事吧。我这两天呢，可是费尽了千辛万苦才找到他。可惜，可惜什么？可惜他受了重伤啊。是谁打的？还不是被裘不悔。试完了。本来希望寄托在云飞扬的身上，没想到他的天蚕功也不是白骨七煞功的对手。我看呢，只有让裘不悔仓皇下去喽。不，小子，咱们走。走啊？你走啊？哦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这老小子终于肯出头了。不行啊。哎，你凑什么热闹？你干什么？我去帮老头去啊！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干什么了？您要去哪儿？去找裘不悔啊！啊，找？就我们两个？怎么不够？再多恐怕也不够。这么说你是怕死了？小子从小跟着您呐，您是最清楚的了。师傅，我从来也没怕过事，也没怕过死啊。那就走啊。好，深受师恩，小子我上刀山下油锅，绝不皱一下眉头。师傅，走。哎，师傅，走啊。走哪去啊？我看你不用去了。
你就会问为什么。想不想听实话？想。我就老实的告诉你说啊，我讨厌你一天到晚的跟我顶嘴，我不要你这个徒弟了。哎，师傅，奇怪，我莫名其妙又挨一顿骂。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老头，老头，老头，嘿嘿，我总算赶上你了。小子呢？被我赶走了。赶走了？为什么？我这次去找裘不悔啊，我也没有把握，所以想了想，何必拖他下水呢？他还年轻，往后的日子还长呢。再说了，清理门户是我的事，又何必让他跟着我去送死呢？难得你有这份心，走吧。哪去啊？去白莲教啊。你跟我？是啊，老头，我问你，我这条命是不是你救的？啊，我现在要还你，是不为过吧？不为过。咱们哥俩南偷北盗，再次的联手，您说怎么着？好，老强子，咱们就去找裘不悔，好好的跟他干一场。走着，走。爹王怕怕，你杀了江红杏，原来一教之主也会毁约。你忘了我们的约定？我没忘。解开我的穴道，是已经办妥此事。你能不能？除非他死，否则难消我心头之恨。红灯使者对我白莲教也算贡献不少，我下不了这个手。就没什么好谈的了，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。教主，启禀教主，南韬北盗二人联手打进本教。南韬北盗，是谁？他就是当年的副教主，也就是仙教主，不老神仙之弟盖乐天。你们岂敢对他们无礼？全部给我退开！是。裘不悔，你很聪明啊，你知道你们这些手下不是我二人联手之敌，所以叫他们统统退下去了。你不必多说，你们来就是找本座，是来清理门户的。20年前逃离白莲教，应该是本座清理门户。哼，咱们不必趁口舌之勇，老头上。好，走。不知道发什么脾气，接了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师傅没有回来？哎呀，没出
出去以后就没有回来过，怎么啦？那刚才师傅莫名其妙把我骂了一顿之后呢，他就走了。会不会到白莲教去？却令人感动，那本座就设法成全你两位。就是你这张乌鸦嘴呀、我说了什么了？你说我们南偷北盗，死也要死在一块儿。现在，现在我们不是躺到一块儿了吗？现在永远就躺在一块儿喽。老强盗，老头。将他二人送去给钟大。外面有人，进去看看。司令，哎呦，你们这两个老小子回来了也不晓得进屋子去啊，真是的。干嘛干嘛干嘛，愣头愣脑的，进屋子去啊。哎，师傅啊。哎，那两师傅身体发凉啊！啊！师傅，师傅！可恨的裘不悔，两位来帮我扶一下。小子，你干什么？我要去找裘不悔，我跟你去。慢着！我都不敢去找裘不悔，你们还要去？你们去就是鸡蛋碰石头。周大先生，我小子，你看，南偷北盗联手，都不是裘不悔的对手，你们去岂不是白白送死吗？可是我师父的仇，你放心，人不死，战不烂，总有得报的。我真后悔，我为什么要把碧玉令还给秦风？否则我们就可以破裘不悔的白骨七煞功。看来你实在看不出什么。
好像有字。又没有了。有了。以神视则净透体，以气视则力偏身。片刚不柔，柔而无刚。人不能离气，气不能离身。这什么意思？完全不是什么武学秘籍，而是一种牵引。我得花番时间去悟透它了。先有少林寺，后南通北道，今后将会有不少门派找上本家，你们可得当心了。是是。红灯使者留下，其他的退出。是是。红灯使者，你可知本教教规第六条？凡不从教主之令者，如果本座要你自我了断，你从不从？教主，我只问你从还是不从。学生听命。那你就做给我看。教主要属下死，属下不敢不听，只是属下不愿死得不明不白。你不需要明白，你死后本座会厚葬你的。教主，教主没有杀梅傲霜，难道会是他要教主？红灯使者禀教主，属下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。属下在自我了断之前，想见见美欧霜。属下别无他意，只是想跟多年的姐妹告别。好吧。我知道大娘恨我，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说明：17岁我就进入白莲教，我入青楼，下嫁南宫世家，全是当今教主安排的。他的意思是要查出老太君的身份。教主，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不提也罢。人在白莲教，我是身不由己的。我不管你的立场如何，我只知道你背叛了南宫世家，南宫世家因你而毁。这些话我都承认。既然承认，你就该死而无憾。教主赐我死，是你的意思喽？不错。如果我死在你的手中，我绝无怨言。但是教主赐我死，我必不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江红心曾为白莲教牺牲一切，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，我不甘心。你不甘心又如何呢？哼，我是不能如何。教主赐我死，
我不能不走。我如果离开，你白莲教不走，我会死得更惨。反正都是一死，倒不如。到阴曹地府再算吧。也算了了我一场心愿，雨慈被你羞辱，我不如先保清白了。没有说你。请带路。这位是，我是云飞扬的朋友。他的伤好像很严重。不对呀，他的内力四处串动，聚不起来，无法引气疗伤。云大哥不该如此的。这可能是古母的问题。古母？因为云飞扬受了伤，而内力不足。无法压制体内的功能，这对他不利的。那要怎么样才能救他呢？要设法将他体内的功能移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。让我来。我愿意承受云大哥任何一切的痛苦。自从我认识他之后，我就从来没有为我自己想过。法师，请你赶快动手，否则云大哥清醒之后，他绝对不会答应的。还请二位兄弟为我护法。好好。法师。委屈你了。这边之后还要充沛，只是因为你体内的功母已经没有了，而且你说什么功母？不，你曾经说过体内功母要移到别人身上。你湘君，你
下去。国主，你体内的古母已经在傅湘君的体内。大哥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是不是要害他？大哥，我现在已经没有武功了。为了你的伤，我已经把我的内力全部灌入你的身上。三哥，你这是为了什么？这算是我对你的补偿。我希望你救少主。孟武东，你是谁？你不认识我。我是来找你决斗的。决斗？难道你忘了我们有场约会？没忘。那就走吧。好，走，走。你这样能打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我要看看天魔宫跟天蚕宫究竟谁厉害，而且我孟都一向说话一言九鼎，必须要跟你打。孟都，你是打不过我的。谁说的？我说的。曾经是我手下败将，我怎么会打不过你？你是不信吗？飞燕，你永远是个失败者，在我面前你永远抬不起头来。你不要，你不要走。不服气？我不服气。天魔宫绝对不会输给你天斩宫。想想你曾经大战中原36名高手，想想你，你花了20年苦练天魔功，也想想你，你从南疆打遍中原各大门派，你不能一时之错而丧失意志，你要站起来，站起来。玉王殿下已经来了，我在那里等你。飞扬，云飞扬，承认，我承认我不是裘不悔的对手，但是我绝不承认我不是你的对手，打得过你。好，我站起来，我会站起来。飞扬，你等着。我会站起来的。我是为了激起孟都的斗志，但不知管不管用。你已经尽力了，我还是很感激你。唐姑娘，林公子，我在这等你，只是为了要跟你道歉。哦，为了刘瑾之事。我相信当时不只是我，每一个人对你都会有误解。还有，我想请你给我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我跟傅湘君在你心目中到底谁比较重要？我相信你了解我的个性，我一向讲话比较单刀直入一些。唐姑娘，能否等裘不悔的事解决以后再说？我等。这是王爷的手令。只要王爷一动兵，我白莲教定当全力协助。多谢。
到时候我白莲教将被奉为圣教，我求不悔将跟宁王也共享大明江山。根据正史的记载，明武宗正德十四年四月，宁王朱正濠于南昌造反，第四天攻下九江，再向东进攻安庆。武宗正德皇乃御驾同征，同时王守仁由吉安出兵。七月二十六日，宁王朱正濠被王守仁活捉于新建县西北的桥社镇，宁王之乱因此而平。以上情形乃属后事。然而目前坠入山谷的徐廷锋已悟透碧玉令的玄机，急忙赶返回家。我师父再给你一个更好玩的。廷锋，廷锋，真的是你啊！来来，快过来，快！廷锋，我一直以为你死了，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助。廷锋，你知不知道最近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？有关求不悔的事。是啊，弟子可想而知，弟子有无头必令的玄机，白骨七煞功有破解之法了。真的？那咱们赶紧找云飞扬。侯爷，你说我们再相见乃上天相赐。哎，啊，好好好，你们不要谈过去了。霆锋，你快告诉我们怎么破白骨七煞功啊。白骨七煞功专吸取童男童女的精华而成，所以能集精气神合为一体，才能所向无敌。不过人不能离气，气不能离神，只要能以超过求不悔的内力，就可破他的神，进而灭气毁人。哦，内力，我自然内力不如他。这，我希望你跟少主能联手对付求不悔。只怕孟兔不肯。谁说我不肯？孟少主，你我的账以后再算。林飞扬，走吧。决斗，决斗！先解决求不悔，再谈我们的事。一个人在受了挫折之后，总会比较成熟一点。对对对对，你们两个呢，去对付求不悔。霆锋，咱们两个也别闲着啊。师父的意思要弟子消灭白莲教，哎，只是莫入图啊。弟子面禀圣上，调动精兵一举消灭白莲教。白莲教终于在安乐侯徐廷锋的进攻下瓦解，这也应了一句话，邪永不胜正。同时求不悔正往玉皇顶赴云飞扬与孟都之约。算算总账了吧，你二人都是本座手下败将，竟然不知死活。哦，我懂了，联手是不是？哼，本座不在乎。来吧，为了替武林除害，我们只有这么做了。无动，
鬼被炸成粉碎，白莲教又为侯爷所迫，这还不值得我高兴呢？高兴。可是哥哥跟云大哥都不知道失踪到哪去了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奇怪，这两个人不可能失踪啊！皇上还要召见云飞呀、啊！哎呀，先别提皇上召见的事了，眼前呢就有几件事已经搞不定了。傅将军、唐宁、贝贝，这三位姑娘都喜欢云飞扬，这云飞扬应该出面选择其一呀、啊。还有黑豆，他也不能不管呐、啊。陆丹是武当弟子，天蚕功不能够失传，多少他得传授点啊。啊，还有黄埔兄弟，这么多事情等他出面解决，这小子到底跑哪去了呢？哎哎，小子我在这儿，我就是小子。哎呀，去！我说的这小子是云飞扬。敬礼，敬礼。本以为你我不再同坐同椅，这也是我们的诀别酒。我们还有一场约会，在这场约会，你我二人至少有一人会倒下去。不错，在决斗之前，我想知道一件事：傅湘君、唐宁、贝贝，你准备选择哪一位做你的终身伴侣？如果是你，你选谁？理由呢？从逍遥谷到今，他对你只有付出，而不索取任何的代价。对唐丽，你又准备如何做？我跟他有杀爷爷之仇，我若活着，我会补偿我所欠他的债。我也一样，我若活着，我也会还欠湘君的债。云飞扬，我们走吧，什么都别说，去面对这死亡的约会。好。承认，你是我此生所交唯一的朋友，也是永久的朋友。知己者知心，所以我要为你了此心愿。谢谢。请。自古英雄多寂寞，将相本无种，这是本剧歌词的一段，也是剧中人物的写照。天蚕再变到此全部结束，本剧全体工作人员、全体演员，感谢各位观众的爱护与支持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